我是对外汉语教育王老师，我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，研究生是工商管理硕士，毕业以后我从事过中文教师的工作。我的学生是华裔小朋友，他们的年龄是6到12周岁，有一定的中文基础，他们的父母一个或两个是中国人，我帮助他们提高学习中文的兴趣，以及辅导学习中国传统的才艺。我的教学风格呢，轻松幽默，课堂氛围好，我懂得因材施教，以华裔小朋友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教学，所以取得一定的教学成果。另外呢，我本人也多才多艺，教学时间呢也可以灵活安排。我的教学格言是把华裔小朋友当作学习好伙伴。以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谢谢。